如果你也想洗完的衣服30天都是香香的，那就赶紧来抢这个艾瑞善家的洗衣凝珠哈！这一打开就是满满的山茶花香呢，真的老好闻了。而且现在这个价呢，到手足足的就有140克，还是分别不同的效果。这一桶呢，它其实就是12倍爆炸盐的清洁力，洗那种大件被子用这一颗就行。这一桶它就是主打微胶囊持久留香30天的哈，中间是留香珠，还有护色、除菌、除螨和柔顺5大作用。洗完的衣服不仅干净哈，连香水都不用喷了。但是用完之后，建议这盒子可千万别扔，拿它装点杂物哈，找起来也更方便了。为了夏天能穿上好看的小裙子，我把家里所有内裤都换成了这种高腰收腹的蕾丝内裤，它就是薄薄的一层，上身没有勒痕，就能杜绝很多小尴尬。而且云感网纱的面料哈，摸起来的感觉真的好柔软呐、啊，又轻薄又透气。你再看它后面呢，也是这种半透明的，一片是剪裁哈，不卡裆也不夹臀。包括它内裆这一块我老喜欢了，是属于这种加长加宽的一个桑蚕丝抑菌的面料，穿着就比普通内裤更舒服，是不会闷汗的。我一共是买了3条，虽然说价格不便宜哈，但质量是真的好。要是追求高品质的女生，像这种舒适又性感的内裤一定要试一试啊，太舒服了。千万不要等夏天蚊子出来才想起来买蚊香液，不然肯定就没那么便宜了。今年我就花普通蚊香液的价格哈，就买到了4瓶贝德美大品牌的，能用一个夏天了。关键它还多升级了一个定时开关，可以做到晚上自动开，早上自动关，再也不怕干烧和浪费了。你再看它这个插头设计也很贴心呢，是可以左右旋转的，横插竖插都行，就很方便。因为贝德美嘛，它本身就是专业做母婴大品牌的，还是无烟无味的，宝宝也可以放心用的。主要是有了它，夏天睡觉呢再也不怕被蚊子咬了，一觉睡到大天亮哈，实在是太舒服了。自从用过这个菲诗小铺的沐浴露哈，我出门就再也没有喷过香水了。它的这个香呢，就跟那个香水级的配方是一样的，还是分了前调、中调和后调的，特别好闻。而且它没有皂剂、酒精哈，连宝宝也可以放心用。你再看它这个泡沫也很绵密呢，就很适合夏天用，特别清爽，出了汗也是不沾事儿的。你别看菲诗小铺是进口大品牌，它的价格都是非常亲民的，这一瓶500毫升才25块钱哈，基本上能用一个夏天了。小玉，这种卷筒的垃圾袋以后再也不要用了。为什么？一不小心滚一地呢，而且还不好撕呢，容易撕破。像这种就是免撕的垃圾袋还挺好的，它就跟洗脸巾一样，是这种悬挂式的，用的时候呢你就这样用一张抽一张呢，还挺方便的。而且国风的印花还挺好看的呢，闻起来还有一股淡淡的荷花香，就很适合夏天用，蚊子都不敢靠近的。它的韧性也特别好哈，我就使劲的扯呢，它都是不会破的。但是垃圾袋好不好呢，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它的承重力，我就放一满桶水进去试一下哈。你看，哇，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哈。而且吧，像这种抽绳式的提手，就你扔垃圾的时候也不会弄脏手了。它现在呢是9.9块，到手100只，真的，这回不管你怎么用都不带心疼的。张琳，赶紧把你昨天买的安睡裤都退了吧。为什么呀？你看安睡裤又厚又闷的，多不舒服呀。我现在一直都是穿的这个呢， Baby Chef 的密膜裤，关键人家它可是真的做到真蚕丝的哟。昨天晚上我就试了一片哈，一觉睡到大天亮，实在是太舒服了。你看它整个都是全方位包裹的呢，是不会侧漏的，包括腰部这一块还是超薄带弹力的哈，出去玩一整天都不会闷。但其实我更喜欢的还是它这个内裆了，真的是布满了上亿个微透气孔啊，穿起来就很透气哈，而且还是0.18厘米的超薄芯体呢，即使穿紧身衣也不会露出很尴尬的印子。它的吸水性也是特别好的，就算量再大它都能做到瞬间吸收。洗完的表面都是干干爽爽的，一点都不带反渗的哈。换以前呢，我是真的很不喜欢来大姨妈的，但是自从有了它，我真的都有点期待下一次来姨妈了。为了下个月露大腿的时候能惊艳所有人，我把晚餐都换成了这个玉米哈，目标80斤根本都不是梦。我一直在吃的都是这个十月稻田的黄糯玉米，它每段只选取最好吃的黄金8厘米部分，就是比一般的玉米吃起来要更加香甜，也不怕浪费了。但是煮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着这个铝箔包装一起煮，它能更大程度去保留玉米的香气跟营养。而且这个味道哈，就真的跟我小时候坐在院子里面吃的那种玉米刚下的是一个味儿，真的老好吃了，又甜又糯，还能拉丝。要是你也是早上起不来做早餐的，可以趁洗漱的时候哈煮上这么2段，等去到公司呢打开包装。